非得这么剃的，他一直都这样。不是我让的，他非得那么给我剃。之前头发没那么短，他是向你看齐。好的，好的。Hello。今天好，今天好。Hello， 老板，开工大吉。Hello， 好久不见了啊。哎呀，来吧，干一杯吧，新年快乐。有点晚了吧，今天。不晚，不出正月都是年。我先介绍一下，这是张小斌，这是秦升。你们不应该是哎，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俩伴郎团成员。谁的伴郎团？疯了吧！张小斌，完了我被刷下来了。啊？我被刷下来了，那最后海选选上了。你淘汰了谁呀？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在录制过程中，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那不就是我了吗？啊，我最小呀。不是他最小，他最小，你这话可不对啊！大郎，那天几个呀？俩还三个？三个。完了，我是进三的时候淘汰的。当然有谁呀、啊？应该我一个，还有谁我忘了。还有可能那个就是那个酒吧那个吧。啊，好好好，对对对对对对，经理。你等于输给了一个酒吧经理。能喝呀，人家。啊，对，真的是。我不行。但你俩球场上没踢过？踢过呀，是踢。你这意思是没打是没打起来过我们都这个够不着，他在那边主要踢，不一样，主要踢我们那个进攻的、哦、我在这边主要踢他们队那进攻的、哦、就我们俩对不上，但一直踢他呗就能碰到我。这俩你更不喜欢哪个呀？都不怎么喜欢这种类型的各个队也挺难碰到的。顶级了是吗？我这应该算是秦升，应该是顶级。我不是，我不是。他关键他这踢他不光踢，他嘴上还行呢。教授主要太坎坷了。这，我觉得我退役了这个话还能继续说下去。我是一直说，对，一直说。自己说啥，待会儿自己还不知道吗？是边踢边说吗？就是踢完了时候说。嗯。停的时候说，犯规啥时候说？有边踢边说，有踢倒了还说，踢倒以后才说的。说你这没踢着，你赶紧起来。真我这个我真说，这个你前两天就那个跟陆导，那个叫啥名那个，不知道那个右边后卫沙尔克，你又跟别你跟那天路人急了，对，没跪着他，咚蹦起来了。哎，我看那个慢动作特好玩。那个后来你跟他急，是你是从他身边过，是冲他耳朵边上喊了一句，然后那很多人一愣一撸耳朵，说那么大声干嘛？吓一跳。不是，就怕啥？亚冠就是这样，就怕你他一跳，裁判吹个点声，你真一点毛病没有，你这太认真了呗。赢了有钱呢。太实在了，容易容易，主要是容易。其实说这么说，但是场上踢球你能感觉出来那种脾气特别大的，其实是特别认真的。其实是特别有责任心的，较真儿。他可能觉得自己踢这球，不是说又白踢九十分钟，他觉得这九十分钟我要踢我就要赢，他可能脾气会特别大，会较真儿。就是你不较真儿，你换句话说，你输十个输二十个跟我有啥关系？我当锻炼身体，你照样给我发工资。嗯，输赢跟我不发生关系。嗯，哎，你踢过你觉得脾气最不好的是谁？不是，你说这意思没啥意思，就自己队里还是？不是所有的，就是碰上过的对手队友不一样的呀。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我属于没踢着，挺生气的，把他装挺生气的。这场景比较丰富，不太容易带进来，好几种
还有输球了也生气，输球也是输球真生气，输球了生气。说白了就是无时无刻不着人生气，踢不着人生气，踢着了以后人躲开了也生气。对，然后那个踢着了以后，然后在地下装的时间长了也生气，裁判给牌了也生气，裁判没给牌那就。有时候也气，不是没给对方牌也气，对，也气，就是不高兴，一踢球，踢一场完了生老了气，生一肚子气。你什么时候开心？就除非赢球进球开心。踢完了哪进过球？来上海没进过球，都让边后卫都取笑我了，在西班牙让小柏都取笑我了，说你连上海两年进过球吗？我看说你进过吗？我一想，前两天快进了，话都到嘴边里噎回去了。我说没进过，这也不高兴。说我能开心？等节目播出以后啊，申花全队给你喂球去。我进不进无所谓，你得号召大家，跟冯湘婷一样。对，大家帮我。他也没进过吧？他不是去年年底进一个吗？进了，就是号召一年嘛。对，这一年就是我没进球，我就想进一个；我没进球，我就想进一个，天天说。我脸皮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主要是我进完球，庆祝动作都不会，多尴尬。现在现想一个吧，大家。一激动忘了，更尴尬。忘庆祝，忘更尴尬。哎呀，我忘了。等到你进球的时候，你就做出一个生气的表情。我这进完球以后就跺几脚，狂跺脚，别跺脚，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先看了，一二年去的恒大，八国语言说了六年，跺脚做去年输了一年。这些东西能说一辈子，最起码我退役之前还得说。它就变成你标签了，是吗？肯定的。你说，对于一个人啊，你记不住太多东西。你说我天天不能跟秦升一块儿生活着，那我记也就是这几个词儿。哇，你换个标签。你想换啥？今年想换个啥？我今年啊，进球。不进球也行。你最起码给这俩换了，你就露出点欲望来，不行吗？不进球，赢球就行，赢球就行。今天不能犯错误，犯错误歇半年真难受啊，是吧？你首先第一点，不让我在一队训练，预备队。这球员的这个一停完之后再起，对、啊，这个过程太痛苦。那时候领我练完了，还加练。我们预备队有个韩国的练，那天给我训完练，真说实话，我想退役了。练的。你找个俩小孩陪我，给俩小孩练吐了。但是他练的确实管用，确实管用。他说不是说你领着你瞎跑怎么样，就是那身体什么速率什么练确实管用。那时候我在这边练，特维斯在旁边练，他从阿根廷找了什么康复师过来，我俩在这练，他在那边练，他也累了，样也我看也挺累。他在中国也够坎坷的。但人是好人，那训练你训练那些东西啊，咱也不说他不认真，你看着也认真，也挺拼，也怎么训练也铲球什么的。但是比赛也许不适合中国吧。八国语言这事儿，你还心里不落忍，觉得不痛快？我会哈、啊，我真的一点不夸张，我可以教你们，但是我不会，你们我咋教啊？那我会，我都可以给你们开个班，免费的。那你不会，你每次去他们旁边说什么呢？没告诉你，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说啥，说了对不对吗？说的都是中国话，都是中国土语。就是当时不高兴，我就得去说两句。不是你，换句话说，你跟他，你这边你表示他不满，给他施加点压力，对不对？要你跟他随便吹，你搁这儿是不是这个道理？2009年吧，那是跟安贞焕，哎，那个是真没骂人啊。那也是说的韩语还是？说啥韩语了？咋回事啊？我在江苏主场和那个谁和大连嘛，打起来了。任武顺上来就跟人干，干完就这没拉开，一堆人搁这的。安贞焕，我之前踢了他两三脚，好像是。他上去看人多呀，他后头咚咚踩我两脚，报复了。啊，完了我那意思中国话就开始骂。也许我骂人的时候。说那话跟韩国什么什么什么跟他不喜欢的话是差不多一样啊，那是中文还是韩语？中文，就是你的是中文骂的。中文完了就骂我，就两个人就怼嘛。杨林来了，杨林说：“其实你别闹了，别闹了。”他推我脸一下，裁判一看，哎，你打人，红牌。骂了还是骂了？这是结束了，这是结束了。这都已经打完了。这是结束握手了，这是。哦。
完了，杨林推我脸上说说，其实你别闹了，别闹了，推我脸，裁判看，哎，你打人，红牌。给杨林罚，杨林是落架的。所以你看，就秦升又立功了，是吧？你虽然你没有成功的罚下安顺焕，但是成功的罚下了杨林。反正我立功的时候都跟韩国人有关系，是吧？不光是啊，跟首尔不也是耽误时间吗？也不说吗？一共四分钟，我耽误两分半嘛。亚冠决赛嘛，因为那个接尾球我想发，我也不发，因为我刚上嘛，因为我没有黄牌，我就想搁这站着。拖延一会儿。我要张黄牌啊！你给我黄牌，我把球一放上，哎，我再走，谁过来发谁发，对不对？我就反正就没有打平了，我们就赢了。而且哎，他一扔，空海搁这装，哎，我看机会来了，对吧？开始打呗，对吗？我跟教练打，我不跟你动手，我跟你骂，你最多给我个黄牌。那是中文还是汉语？英文，说这段，小斌你有什么感想？你别若有所思的呀。不是，没什么呀，我觉得这是充分利用比赛规则。不是，都补时了，已经举完补时牌了，那我再耽误点时间，你不可能举完补时牌我再举补时吧？宝叔的意思让你们切磋一下经验。买单你来吧。不是，就我就认为，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而且特别聪明。起码你要的结果是什么？要的结果是把时间耗完，打平以后赢了，对吧？而且那是亚冠决赛。对啊，如果我也像他那样，对吧？很正常。不是，没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听你说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说服力。不是，如果我要是我过去，没准我还跟他那教练什么过去凑上，他碰我一下，啪，我躺地下，我不行，我眼睛没用，躺地下没用啊，那时候你在借位啊，交流经验，我往借内滚呀，一推就往里滚，现在不是吗？反方向运动，因为头一年就输给那个队了，80分钟连进一个球，哦，那个后悔的。那时候真谁也没有个地下躺着的啊，强哥在那队肯定厉害。两遍啊，我听着呢。这么快就扳平比分，王永波也毁在王强身上，知道吧？看这都是金德出来的。说实话，那时候金德在长沙的时候，我在青岛，我真没看见过啊，担架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记得我说过这场比赛，他们主场，然后我们开场不到十分钟进了一个球，1-0，就是那场是吧？就是那场球，从剩下80分钟给我们那队一累的，担架不够用。还有一场，就是金德也是金德是主场，当时我在青岛，那场比赛我记得太清楚，2-1，进完两个球之后，这比赛就没法踢了。地下躺了3个人，就一躺，一开始躺一个，咣抬出去了，这边又躺一个，因为他只能下一个人啊。你在不在这3人里头？我不知道，我忘了，反正应该是有我。反正只要我们要进球了，至少这场球不可能输，顶多是个平。你看王强都把这些都。还让他法国去了，亨利都急眼了，不是吗？法国比赛把亨利都往上抬的，不是吗？后来王强说那是我是真抽筋了。他能说实话？现在中超躺的真少了。对，现在基本没。你没躺过吗？其他方面的行，这躺反正我不怎么躺。他用其他方式去延误时间。他都去骂那些躺的球员，对方球员一躺。然后他起来一推你，躺我不是，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比赛就没有以前那么少多，没有以前那么激烈，或者说场上大家就是真是那样那种感觉，好像少了不少。那天我看谁比赛来着，就是一场比赛，大家都是特别客客气气的，哎，你踢你的，我踢我的，你看。就是他吧，社会还是进步，这个比赛慢慢的还是正规多次踢球，不过现在比赛节奏也快了。我们第一场跟鹿岛踢了50多分钟，第二场踢了60多分钟，净打时间。我们队都有跑，我瓜林还有谁跑12000，节奏一快来不及躺。这球一弹，哎呦，在这儿呢，赶紧站起来，在那边再赶紧去抢了。真的，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就是管后勤的，就是基本上看，反正我是我不知道兵哥怎么样啊，我就是
好的，我就是啥，就是叫小斌就好了嘛。我干嘛这样嘛？别人我的队友怎么你踢怎么样？然后你看这松，我就放开踢，嗯，我就大点动作，完了就告诉他们大点动作，因为裁判松嘛，嗯，完要裁判吹得紧，要慢点，因为你样不一样，那分裁判都不一样，就是你一上来可能几分钟就差不多就明白了，你一两个犯规能看出来了。去年咱录郑智那期，后来一聊说问郑智说，就除了他自己，国内还哪个后腰位置上踢得好？接班人呗。就说了俩人，嗯、第一个是戚红，第二个是秦升。你可别闹，不是，我是转述而已。我觉得踢得好的中国，一个孙继海，一个郑智，就踢过的。还有、嗯、我还有最讨厌的两个人啊，哦、一个王欣欣，还有个陶伟。怎么大家都那么讨厌你啊？你说他快，他俩快吧，一点不快，全是节奏，我就晃了晃，慢慢就慢慢悠悠就过去了。例行跨王叔，孙雷犯规。真的，你慢慢悠悠就过去了。嗯，说，我最怕的也是秦事，我怕他骂我。不是，你说你抢吧，刚想伸脚吧，他哎，慢慢悠悠就过来了。嗯，就你永远对不上他们的节奏。不是，他肯定特讨厌那个陶伟那个类型的，啊，就还没碰着或者怎么着的，哎呦呦呦呦，就躺那儿了。你经验丰富，你看着觉得哎，这球你上去，他嘣一拨就没弄着，然后碰着他啪就躺那，哎呦呦呦就捂着，就全是那样。而且他那个位置，他一躺一捂，那还挺关键的位置，就一定位球。主要是他们还不跑，对，还不跑，就是就你咚咚咚，你抢了半天。你看这个人不在了吧？哎，他慢慢溜达溜达溜达你眼前了，哎，讨厌你一下，讨厌你一下。完了，进攻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人哪去了？藏那边去了。等你刚想去找别人，他嘚儿，哎，教练还让你盯他。这你犯的这些错误，你有印象吗？想不起来了。我记得，我觉得我挺能跑的。我记得最清楚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在恒大比赛，咱在广州踢那个超级杯啊，超级杯2-1，那个广州赢了。李章说你上去盯他，我说好。他怎么找了半天这个人哪去了？等过这跟我抢球，这人嘟跟出来了。出来了？你从哪儿出来的？你从哪儿出来的？你去哪儿啊？你水里面操！你跳出来？就是他们跑了特别少。就关键时候，哎，上一个位置吧，给完了站那个位置，你还特别难受。你后来过你了吗？过呀，哎呀，但是过不去嘛，但是得过。不是，但是说实话，岁数大的都比较尊重，也都很少踢。赶紧感谢啊！我谢不杀之恩。别，哎，这个我觉得是接的真好。因为接了3次啊。他是，我觉得他太全面了。嗯。身体速度技术、嗯、还有啥，就是说就是在恒大的时候，那时候里皮训练3点训练，2点半必须得到场地，但是半个小时你干啥都行，就是你在休息室睡觉都行，没人管你。但是他怕的意思就是我3点训练了，别到时候人不在，哎，有迟到的。但志哥永远是2点半到场地吧，志哥1点半就到。你像我们2点半到，2点20到就算早了的，因为我们心想什么顶多要练练20分钟够了，差不多练一个小时。你俩在一对儿踢，肯定感受更深。对呀、啊，就太全面了。我看中国没有那么全面。他还说他不加练了，这不是现身说法了。他还不加练，但是训完练不加练。他训完练他是加在头上，加在头上也得。要是好身材怎么来的？原来这练出来的。身上还没脂肪，哦，真没脂肪，8块腹肌没脂肪。今天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夸你来着。别，那肯定是假的。你看，他已经最多了。本来老说让他夸你，我说趁着他夸你聊聊你。你别聊我，我你真脸红啊！真脸红，我真腼腆。教授这点是行，中场那个覆盖能力确实是强。我觉得要不是足球生涯这么坎坷，我觉得现在国家队可能最好的后腰还得是他。别，30多年，现在 U23 呢。国家队也没有 U23，这么怕什么？国家队不都是基本上招 U23的吗？哦，现在好像是有这么个苗头，培养年轻人嘛。我们队的小孩刘若凡，踢亚冠，
六到六脚踢了30多分钟换下来，我比赛我问他，我说你咋的了，他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是吧，我30分钟我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这干什么，是吗，99的他99年的，但是他平时感觉就是一嘻嘻哈哈的小孩，心挺大的感觉，他就吃鸡行你别说我这两天带队，就这段时间去年中间歇这段时间带队，现在我也玩游戏了，你说我为了能了解他们为什么要玩这个东西，我自己亲自就去玩似的，也上瘾了，哎，你亲自玩应该是有手机版吃鸡，哦，你看你不懂了吧，懂对啊，你想贴近人的生活和贴近人心理，那你就得亲自去玩去，找一好借口嘛，在家里边比如说那个媳妇说了，王鑫带孩子去，不行不行，我这儿那个了解队员的心理呢，我这工作呢，对，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你看你这还没喊，那你敢说这个？这是同一阵营的，是，今天就一个踢法，一个踢法，就是干的活的类型还一样。今天他不来，要杨浩来了，三呵，哎呦，这铁三角啊，兄弟。这种事儿会交流吗？讨论啥？就王强愿意讨论。你跟王强一个队伍吗？没在一个队过，但是回大连看着我，哎，怎么样啊？你表扬他吧，还不行，还得一二三，就是你得说出为什么他好，那个人不如你的，一二三。那后来你怎么给他讲明白的？我说我的球迷看不懂。那他还追着你聊吗？不聊了。就好使了，我看不懂。北京人和的朋友们，在这秦老师教你们一招。等，咱俩要打平，咱俩 A 一支吗？等会儿。啊，对啊。啊，行。那你就照着 AA 的来是吧？掐着点。我没带钱。一定要分出胜负。申花今年还没赢呢。你知道为啥没赢吗？为啥呀？我准备一个新东西啊。哎呦。画画呀。哎，对。是这样啊，咱们今年呢就不玩游戏了，就想着让嘉宾给咱店里边留点东西，留个画。刚才夸郑智夸了得有10分钟，给郑智画一幅肖像画吧。画画？对。你早说，我敢过年学一学啊。90秒，3、2、1，好，开始。我这笔怎么粗呢？都是粗线条了，都是粗线条了呢。你别说，还挺期待。好怕被吓到。看这画画其实挺好玩的。哦，哎，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的。那个太短了。这个臂展适合当守门员。还有30秒啊。他这个裤子画的特别逗。行了吗？还有5秒，4、3、2，啊，一。行了，哎，不错不错，10号不好意思了，画的挺好啊，是人物特征都画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这脸型也画的挺到位的，但是他没这么笑过吧？这夺冠能不笑吗？他笑还真有点像，是吧？有点像他笑的，对，他不会是咧得很开的那种，是上下会比较。然后那个冠军的星儿，啊，就七个嘛，还点了七个星，但是你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裤子，这是裤子。裤衩没穿上吗？裤衩没穿上，裤衩没穿上，不是腿在这儿吗？裤衩在后头当了着呀。啊，其实你没弄好。那是俩裤兜。这俩大长胳膊比腿都长。到时候介绍的时候，先让看名字，然后来看这是谁。不是，那我觉得一看就能看出来。咱新的东西有了，然后老的环节还在，正问反答咱还得有。啊。第一个问题，上赛季申花排名联赛第11，这个赛季有没有信心帮助申花更进一步？没有。场上风格非常的硬朗，那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也这么硬朗？是，其实不是，对，对，我害羞，真害羞。我跟他见第二面，上次做个活动，我基本上都不怎么说话，让我上去解说，真的给我急了一头汗。是吗？说啥呀？足协杯第二回合比赛，我急了一头汗，我不知道说啥。他说比他踢球还累。哎呀妈呀！最后都说了吗？说了，说了，就说了句比踢球累。不是，他说球特别好玩，他上去就说：“我这不是在场上吗？我在这说啥呀？”我说了一共加起来不到20个字，好像是。
他说曹云丽，哎，想脱衣服，哎，这个脱不下来。您觉得自己长相和球风哪个更凶狠？差不多的。对外表满意吗？行。原本想问一下跟八国语言有关的，就不问了啊。八国语言是真不会，但是有一点是真的，英语很好。行，下一题先听英语吧。瞎语。下一题，下一题。瞎说的语言很好。您和张小兵其实英语都算不错了，觉得谁更好？强行的搬到不错的地方。你英语好不好？您觉得你跟张小兵英语更好？我瞎说行，就是想起什么词儿不能播的我都行。不行，下一题。你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那如果她不听话的话，你会动手打她吗？会。闺女一般，闺女一般还是不会，是吧？嗯，就是说的，她是害怕我说的，但是她也害怕你，她也这个也子，她就害怕我在家里。哦，这你的闺女怕你吗？不怕，一点也不怕。可以骑她头上了。你怕你闺女吗？有点。我这店呢，开了也一年了。脱口秀在这儿做了一季，大家也都知道球员们来这儿，所以呢，现在一开始有人跟我爆料了，就是不知道真假，有这么几个料，大家听一下啊。天津权健的王先生说，秦升小时候借100块钱滑旱冰。这王先生是踢球的吗？这个王先生是踢球的。王永波。王永波。我不会滑旱冰啊。你是借了100块钱，说是去滑旱冰。他是说你们小时候兜里没钱。真没钱，管人借的钱，然后出去玩。那小时候兜里没钱，借100块都是大钞了，现在5-6万了。那王先生还有一条爆料，说秦升比赛一直喊从头到尾，好烦。那，这回是真的。这真喊，那你问小斌，就说这个前场喊后场喊，都谁都得指挥一下。不是，都得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事儿他喊，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他也喊。不是，我这个喊基本上最多是喊自己队友。就喊队友补位是吗？你喊对方得理你啊。但你是从头到尾喊啊，不停。中场休息。那时候好像教练不让。你们这是做节目之前给他发的信息啊？他自己寄过来的。就是到新一年的，到新一年的这个节目开始就有个情报站了。对，就是大家就都会关，但是不一定是什么情报。嗯，有的可能是温馨一点的，有的可能是狠一点的。对，比如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情报，辽宁鸿运的周先生还寄了张照片过来。周先生，啊，看一下照片吧，先。这中间那是你吗？躺着那是我啊，躺着那是我。看不出来啊，有点打过来可能有点。地下躺着那是我。他们在干啥呢？什么时候？这是我在辽宁2011年吧。因为那是辽宁老板是葫芦岛老板嘛。完了，去上回葫芦岛，回葫芦岛就是参加个他公司参加节目。完了告。告待两天吧，告有一天是游泳，因为我不会游泳，他们就想给我扔，因为我在队里，我经常调节这个，调节那个，他们就想给我扔水里，完了就8个人，就是拽了，那有20多分钟，就最后拽成这样了，8个人啊，这是拽吗？这不是五马分尸，多大仇啊！就8个人拽了20分钟，那最后扔没扔进去啊？扔进去了，差点死水里。刘洋他会救，他直接拽着我脖子给我薅起来了，我喝了2口水在里面，我真不会，他们以为我闹着玩不会游，我真不会游。但你还跟人现招，我到水边我就孙子都不是。你看看人家还有看看眼的呢，一群围观的，还有看眼的，光拍照的，还有看眼的。哎，那你会喊什么？就是别闹了，救命啊！我认错了什么的吗？那肯定，这肯定有啊！这个到了撕了20分钟没饶了你，没饶了我。在我们队有俩人，一个是朱建荣，一个是我一个。要是套着马袋啊，就随便上去想打怎么样，我是最起码半死，他直接拉走。
光老外都得揍他。这平时累积下来的好人缘，累积下来，还有个小柏跟我一样半死，这是人缘好，就是这里其实是人缘，对，谁都能招着玩玩。哎、关林，我、哦、关林也这性格，哎，关林也是逮谁跟谁聊，也是那么也是半死，套个麻袋，谁也你不知道谁打的啊，拿啥打都行，就是太欠了，就是聊。关是谁说呀？你这。你好像不是吧？哎，他一直是，是吧？对对对，他一直是这样。他是大声说完之后，我就感觉好像在说一个人的。也哎，这也脸红。我这不一直也没说话，我说刚才紧着往回找本，我说其实这样好。我就怕欣欣在旁边说，要是那会儿在天津，直接把麻袋拎走就行。就是特别。就是你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来俩小时本来挺累的，但是这过程当中呢，你就希望能让这个气氛更活跃一点。乐了吗？后来乐了，乐都乐。他一在呢有意思，两个小时训练可能正经训练也就一个小时。那教练应该挺烦的了吧？教练喜欢那样的球员，包括当时阿里汉在那儿特别喜欢他，感觉替训练包括气氛。哎，对，有些训练跟玩时间长，大家也会烦躁，也会无聊。教练不能站出来跟那儿。我听说就是西班牙国家队必须招一个人，雷纳，雷纳好像是干这个活的吧？雷纳那不就是西班牙的大官吗？那是那个中国国家队德云社分厂。最起码这样聊着给时间聊着跟别人都没仇。你说你说我今天跟你打架了，我不可能我第二天去聊着，你不犯贱吗？那小斌这不一样，那小斌就不一样，刚踢完之后转身就聊，还等到明天。小两个，你就过去犯贱呢？犯贱嘛，然后聊聊什么这那的，一说，还得分人，你知道吗？分人分性格，有好哄的，有不好哄的。没有不好哄的，在他眼里。哇，他谈恋爱一定超厉害的，也是一把好手。也没有，你看我这脸都红了。这下真没红。不是那会儿就是在队里，我觉得那会儿加上那两年我们成绩好，所以每天去了以后都开开心心的。有不好哄的吗？就是比如你踢完他的级，踢完了那是真受伤了。真踢少了，像欣欣这样的，训练也踢不着他。你训练都干啥了？我训练其实自己觉得自己挺认真，比赛前我也挺认真。就是你老消失呗。我其实我在跑啊，那消失就是跑了，那就是。其实他跑的是最多的。我跑的挺多的，其实来回跑来跑去的。那怎么看不着呢？对呀，就老在镜头外面。躲着镜头跑，看人上头的。所以小斌还给我整急眼过一回，小场地对抗，小斌这个小斌是那个这样式儿，你知道吗？他是属于葫芦，你知道吗？这手就你只要一提上绳儿，在他这胳膊虽然不长哈，但就是长了点儿，这点儿这么长，在这么长的距离，你只要一贴绳儿，哎呦我，给你拽的一身就是一身印儿啊！你理解可算抓着一回了，好像跟他粘的，搁那给你粘的就是。我给了一下，怎么还急眼了？怎么还生气了？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可生气的？要去哄。心是三步吧，也就这三步，啪啪啪，哎，够使了，摆脱你就够了。对，把球传上去。跟小时候跟那帮老队员在一块踢球有关、哎，他们对抗的是很凶的，你知道吗？就上来那下是。他上来那下肯定是要有东西走的，他肯定不会让你就八面就过去了。所以说你第一次被踢了，第二次被踢了，你第三次你得首先他在来之前你就得提前想到我得从哪个地方走，这个距离得量好了，因为你要是他能踢到你一个距离，你即便把球带走了，你也是人也是在原地留点东西下来。所以说你必须得把这个距离一定要测量好了，刮刮皮，要不然是他们得这样。对啊，所以他每次就是他那个带球那个方向和那个距离吧，是你这个脚就是伸到底儿了也够不着那种，也踢不着，也刮不着他那种。还是老想说去年那个韦特塞尔那个。没事儿，都过去了，怕啥呀？那是几？其实年初第二轮，那当时你的这个心里的一个想法，我告诉你当时咋回事呢？因为我们队角球吧，因为我们队角球最危险的不就是莫雷诺吗？因为他跳得高，长得还高，
他头球还好，波耶特嘛，让我给他挡着，挡着他的防守队员。那我找了半天，我看他在后头，我往他那走，维特塞尔盯着他，我刚走，咚，胳膊肘支了一下。他支，你说支别的地方 OK 没？支肋叉子，还不是肋叉，心口窝。对，哦呦，直接给我，直岔气儿，直接就喘不上气儿的那种。我往后瞄了一下裁判，没看过。这个镜头真没看过啊，没看过。我退了两步，咚就跺上去，就这样。谁知道顶上还有天猫呢？那不叫天猫，天猫天猫是从你兜里负责把你钱抠出来的那个啊，那还有飞猫呢。不知道这贼清楚，但是其实我动作夸张了点，我有点往下使劲，因为当时太气了，直接给我这喘不上气儿了，气迷心了，啊，结果当时真气坏了。那这事后来对自己有好处？停时间太长了，半年。嗯，那会儿就天天挨骂呗，就是网上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但我说实话，我也没说你什么好话啊。不是，但是我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嗯，喜欢我的人，我干嘛他都喜欢我。就是我不喜欢我，我舅他妈他都不一定喜欢我。嗯，他有可能会喜欢你。那是有可能吧？有可能会。其实你说足球场，尤其是足球场上这个环境、这个氛围啊，嗯，作为球员来讲啊，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正常。嗯，就那个赛场里面，这种情绪是很相当难控。那不是说。站个底下看电视，我一看，哎呦，他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但那里面都不是应该怎么怎么样，那经常就是哎情绪变化，那个人就一下瞬间就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做什么，一下就做出那件事了。所以才有规则嘛，没错啊，就是那你可以做，你可以做这动作，但是得罚你，对，但是得罚。主要是那个他怼你那一下，那个痛苦只有你自己能感受得到，那个不明显。对，我们看也能看，能看，但是我们感受不到那么严重。对，而且有关键就是这他那个事情完事以后，整个一个媒体的舆论导向有点太极端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发酵的比较快。当然，我觉得可能肯定啊，这确实是这样，那个事情确实我觉得有违体育道德这种精神啊，从这个角度去讲。但是我觉得当时媒体导向有点太夸张了，否则也不会出来那么重的一个处罚。其实那个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在。非比赛时非活球时的动作，大家都在这站着呢，等着罚球出来呢，这个时候就感觉你是恶意的，你是故意的，就是看上去，但是看上去就致命，这事儿没办法，镜头里表现你，对，再加上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是，说实话啊，我这踢了，从零五年开始踢，这第一张直接红牌，就国家队那个不算啊，荷兰那个不算啊，第一张直接红牌。中超，我都没得过职业红牌。这件事来讲，他俩是职业的，从来没，我还真从来没得过职业红牌。你倒是救救他俩。哎，但是我想想，什么四大恶人里有秦升吗？有。来，这就是人世间的印象嘛，世间固有印象。你提完名字之后，接下来你说的就是那个印象，那印象不可能完全准。就光看着一个镜头，哎，去评价。所以你说去年这一年节目坐下的有好多的球迷观众，就是说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嗯，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没机会说。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场上和场下反差最大的是谁？我就是我认识的，不是你吗？李建斌。李建斌也属于。李建斌就是场下跟个姑娘没什么区别。他，你看场上脾气怎么样的啊？场下没脾气。你要干嘛就是啊嘿嘿那你跟李建斌你俩聊吗？我俩聊啥呀？就是要不他看他的电视剧，我玩我的游戏，发微信，我俩一个房间，没声儿，就是没有正常聊天的时候，听起来，没有两个极端，没有正常沟通的时候，没有正常沟通。要不就多闷着，要不你说像咱那个团体，真没有正常沟通。你一说正常聊天的时候，还真是我真没有，是吗？你拿房卡，我就不拿。拿房卡。这太形象了，太生活了。说了最多就这个，要不还有啥？
哎，下午几点练的？对，几点吃饭？就这个，这个，就要不然就是几点吃饭，要几点开会啊？要不然就是上表了吗？啊，你上了我就不上了。但是在屋里归屋里啊，我只是说特定屋里要出去还是有话，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的，哎，人多，就出去，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吃饭啊，或者说三四个人一块儿出去吃饭。哎，都挺热闹的。但俩人在一屋的时候就没话，就是在屋里吧。这一进屋，这好像还这个气氛。哎，我是觉得，就是两个女孩在一屋里，跟两个大老爷们在一屋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住时间长了，就是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习惯我的睡眠时间，包括我每天的作息时间啊，包括我每天在屋里干嘛呀，或者你干嘛，俩人就习惯了。如果说你今天突然我不跟你住一屋了，跟别人住一屋。还有点不习惯呢，真不习惯，真不习惯。因为我跟李建斌一个屋，肯定是我先睡，他后睡，就身体已经习惯了那个状态。那不是我睡觉有毛病，不是我，他比我也比我睡了，我十二点之前肯定在睡觉了，最晚得十二点半，但是他肯定比我晚半个小时，他肯定是看电视连续剧，一开始我俩刚一个屋的时候，他咚看我睡觉了，他说，哎呦，我给你调小点声，我说别，大点声，你让我听见就行，你别让我听不见，还让我乱猜他在讲什么。现在就我跟李建斌一个屋睡觉，我说我睡觉了，他哥又给你动静调大点，我说正好了应该。在北京的时候，我跟张正我们俩住一屋，然后去国外还是去哪拉练去，他睡得都比我早，他差不多十点十一点，十一点十二点就最晚就睡了，我一般都睡得稍微晚一点，然后他是有习惯就是你随便有点什么声啊，开着灯啊，他都能睡，什么环境下都能睡，不受干扰。有一次就给我逗得不行了，然后他刚睡了以后有半个小时吧，我就想第二天比赛，我说我也别影响人家，我也赶紧把灯什么关了，电视什么那个我那个美剧什么声我都关了吧，我就赶紧睡觉，然后咵我一关我那个灯，刚把灯咵一关，是肚子睡啪起来。怎么了兵哥，怎么了兵哥，怎么没声了，怎么了兵，我说没事儿，我说这我说睡觉了，一下就起来了是吗？就是你把那个周围环境不是他适应的环境就醒了，一下对于他来说觉得有意外发生了，对，感觉像小两口过日子似的，真是过日子的感觉，睡时间长就习惯了，真是习惯了。那你后来隔那么长时间不踢再踢比赛习惯了？不习惯的，第一场你踢得不好吗？真不习惯，毕竟是你踢预备队的比赛，你和踢中超的比赛是两感觉呀、状态呀、那个节奏啊，肯定你需要适应。你那训练都不一样，踢三个，跟人踢三个的时候，我就想了，踢三个也是输，六个也是输，十个也输，三十个也是输，我说上去干嘛？扳回一个，我想上去扳第二个，我都喊着他们都上去，我自己也冲上去。咚啊踢了，就不行了。花了多长时间把比赛状态找回来的？慢慢找吗？那你没几场了。我心想，妈不行啊，这样找这个你还赶不上先跑吧？就联系那韩国那个。哦，又想起人家来了。联系韩国那个，我说咱俩一三五，咱俩干吧。下午再我俩干。他是上午练，下午领着我跑。最后足协杯结束以后，夺冠以后挺兴奋啊。兴奋那。老总别让我兴奋了，现在老总跟我当天兴奋得了，以后就别兴奋了。但我觉得这城市里有这么俩队挺好，真挺好，从外人看挺好，相互比较，相互进步呗。总有个输赢的时候，对，这也没办法。我感觉上海现在上港跟申花不管怎么样，两个球队这个之间有点那个，就是比如像国外来讲这个同城德比这种气氛了。比如说什么什么埃弗顿啊、利物浦啊、曼城、曼联这样的，有点这个气氛了、有点这感觉。他有点，因为申花年头长，他在这根基厚，而且牌子大家认。而且你说我，如果我是个申花的球迷啊，这是感受啊。如果我是个申花的球迷，那我肯定觉得我辈分高，对吧？我这肯定多少年前我就喜欢这队儿。但是上港这队也不像仁和说他从其他地方迁过来，对，他也是从上海，他也有一定的这种球迷基础在里面。所以这个他能对得上。哟，小廖马上打烊，稍等啊，我把小廖先上上来。今儿不是我吧？今天的比赛结果，轻胜范围最多。就你队长。
我先把这个看看谁弄这个。我这真不好。食材很健康，所以虽然放在一块，味道可能奇怪一点。自己喝吧，当然。圆你一个当伴郎的梦。这个你还要分开吃是吗？哇，哎、有经验的这是。感谢各位来台钓，咱最后呢还是要喊一下咱们中超吐口秀的口号。然后喊加油怎么喊？加油加油加油！就是，他就这意思的。哎，没在一个队待过。但是模仿的全都知道。中超吐口秀，加油加油！一共是106，给100就行了。打折了呗，打折了，必须啊，过年嘛。Okay, 新年快乐，谢谢欢迎再来啊。不是你原来在台湾的时候是就台湾的联赛，我记得我们拿了联赛冠军就3000块台币吧，就拿了一个总冠军才有600块的奖金。600块，刚进台电的工资是1万8。数学不好，三四千块钱，嗯，3000块钱。你最开始肯定是养不了家的状态。天天去夜市吃也还我感觉现在在家里的朋友当时的队友看见你他们不疯了眼红啊回去聊这话题吗不聊